自媒体，你应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拍视频了。就知道草原的路得有多颠了，就是，然后还没发现，然后下来之后，然后车直接就是嚎叫了，哎呀，嚎叫，他怎么会怎么会呢？来那个对啊，哦，好。上个男生，男，放心，女的，那不就是个事儿？不是放心，是失望是吗？你们叫了拖车，应该做个直播是吧？附近的过来，发动机能直接掉出来？这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情，不是发动机吧？几桌单车的，他一人就会多，这多哈子。小娜的车，可以再往前一点吗？把水都给躲过。哇！哎，人呢？都直接就不能走了是吗？不用不用。哎呀，太辛苦了，来一次那个活动。再往前点吧。再来点。等等等，我把它在那个坑那儿，坑那儿磕着螺丝，把螺丝给坑。哇！看草原，怎么还要喊口号？我应该你退换了，我帮你推。肯定是磕的底盘磕歪了，要不然磕不下来。断了，磕的螺丝了。来来，推了推了推了，赶紧推了。对，我也是。我们还是挺开朗的，草原路真的太不好走了。你应该拍拍前面那个机发动机跳人。哎呀，好了，够快了。我们就是不能启动了，直接啊？这哪块？哪块能看？发动机哦，发动机就它掉下去了，直接把螺丝磕完了之后，发动机。虽然此时此刻不能笑，但是又觉得然后我们推到边上，不影响其他车过，然后叫了车了是吧？叫了救援车，看你在不在咬我啊？哈，后边车就能坐吗？这块蚊子它挺瘦的。哎哎，你俩过来吧。搭车嘛。一人五十，啊，一人五十啊！算了吧，啊，那我们走了啊！行了，今天便宜点，这么近嘛，一人二十五。本来坐的就挺挤的，我们还拉了人，还开了暖风。这两口冻了，你就这么闹呀你？我以为这个坏了。热风之前是先是暖风是吗？你看冷风开呀，冷风不是冷风别啥风都别开了行吗？我们不要风了，开会儿窗户也挺好的。啥风都别开，它就什么了，就已经十多分钟的暖风了，好像是。要我都热红了，他们应该吃完了。我们车都是大网。是吗？等我们了是吗？确实是等着我们了，一会儿。八千八千。同时，我们东吴旗的这个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呢，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公益活动。这个网联会成立之后啊。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组织这个集体活动，然后又有这么多这个首先感谢呢，我觉得是感谢咱们这个盐湖的领导班子能够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关注和支持啊，然后同时也感谢咱们全蒙的这些正能量的自媒体达人能够以舍小家顾大家的这种意识
来参与这样的工地活动，所以说双方意思，然后我就提议大家我们共同举杯，敬李总一杯，希望这个盐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更纯洁更美好。